好，现在我要下楼梯了。在灯光全关的情况之下，你可以看到周遭是一片漆黑。然后打开我的平板工作灯 OLED。好，现在是400流明。好，关掉，打开，哎，可以看到那个差异性。好，那我们来实际走走看，看看下楼梯的感觉。哦。现在呢是400流明，也就是3秒内才可以调整亮度，3秒之后再按的话就会关闭，其实蛮简单的，你可以看到楼梯照的都很清楚。好，下来，实际在全黑的晚上来做一个测试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你的康康秀又来介绍手电筒照明设备。那今天要介绍的呢是 OLED 的工作灯，这一个。那它呢有400流明的，好，是基本款。再来呢就是 Polo 版 ，Polo 版是1100流明，啊，再来是 Polo Max 1600流明，当然体型也比较大。我特别选择400流明的，它体积比较小，比较适合我用，然后挂在背包也不会很大一坨。最重要的是呢，它一个手掌好就可以掌握住，一个手掌算是蛮不错，娇小玲珑，但是功能又很强悍。好，然后我先想它的操作说明，它的操作说明呢就是在侧边的单键，好，在这个位置。另外一边呢是电量键，你可以看到我原本充满电了，现在只剩下3格了。然后有一个 Type C 的充电塑胶盖可以打开来，在这里面充电。它是使用2600毫安培的充电电池内建，然后不能够拆卸它。好，所以说你无法更换电池。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它有比较坚固的筒身，还有比较高的防水指数。好，这就是它的一个优点。那2600流明在它的设定之下呢，平板灯的模式就这个模式。第一段呢是160流明可以使用9个小时，再来是400流明可以使用5个小时，然后再来呢是12流明可以使用90个小时，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哈。那我现在这个呢就是属于12流明的哈，比较一点点的照明哈。那如果说以居家来讲，停电来讲，它可以使用很长一段时间。然后再来呢是聚光灯模式，也就是在平板灯亮的时候按久一点。它就是聚光模式。聚光灯模式呢，它是200流明，好，可以使用5个小时，可以照射公尺远。在露营环做一个基本的照明，我是觉得 OK 的，可以公尺，而且又是200流明，然后范围呢聚光啦也都很好用。3秒钟内要做切换，不然它就会自动默认你要关闭它。那现在呢就是50流明，50流明呢可以使用27个小时，好，也是在一般的环境之下照射大概。以我的视线来讲，应该是10公尺以上没问题，差不多10公尺吧。对，10公尺以上。那超过10公尺，你可能会看得比较不清楚哈。大概这样设计，有3个磁吸可以磁吸在物体上面，然后有挂钩可以挂在你的背包跟树枝上面。然后你不需要它呢，你也可以把它收起来，放在口袋里面，或者是手持它做使用，哎，也是很方便。那曾经我还是当做一个比较好玩的，就当做一个广大的照明设备啊，有啊。也蛮亮的哈，对，对啊。那400流明呢，可以使用5个小时，在一个露营环境下，比如说大家想要聊天，聊个5-6个钟头，那开400流明也是 OK 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找个地方来看看它的挂起来的感觉哈。OK， 然后把灯关掉。好，现在就是靠这个亮度了哈。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哈，我先把这个亮度给关掉。好，有没有？现在就一片漆黑啊。开起来，好，这是160流明，再按一下400流明，好，挂钩这边呢，把它拉开来，好，找一个树枝一挂，就可以了。这个呢，就是完全靠它的亮度哈。你看哦，我周遭都是全黑的，有没有？这边有一盏灯，好，转过来，哇，这边好多虫在叫，
也很简单，一个挂钩。那它这边使用的呢是强化塑胶，在强化塑胶的情况之下，它说说明书上是保固两年啦。聚光灯的效果，好，一样是全暗的哦。好，这是全暗的。好，持续的按久一点，它就会切向聚光灯效果。你看，转一圈，好，很清楚哈。嗨，我往前走，有看得到我吗？好，啊，哎呦，有一只鸟，哎呦，还有鱼，来来来来来，看到一只鸟，嘿，它在看我，有在正前方，哎呦，飞走了，啊。如果你只是在晚间行走，或者是露营，或者是在跟着三五好友在露营场地或者是野营的话，我们在享受我们的休闲生活、原始森林的话，我们的手电筒强光不要影响到这些夜间生物，我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居家啦，停电啦，工作上的需求，400流明就已经够了，因为我还有其他手电筒可以做搭配。那个 Kate 的哈。4000流明的大型泛光手电筒，那我都会随身携带这一支，所以这个呢会当作我行走啦，好，来照明，好，或者是说我今天取下我的这个手电筒，把它取下来，好，做一个放在地板上的照明，哎，有没有放在地板上的照明，好，或者是手持的照明，方便我可以整理我的装备，好，整理我的东西。哦，趁现在我还在这边，我们再来多看看一下这只手电筒所表现的效果哈。一样，我先把灯关掉。好，这现在只有这个照明。我一直觉得很好玩，就是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？吹在哇，一堆青蛙在求，有没有听到？今天呢，很简单的介绍 Olay 这只手电筒啊，希望你会喜欢。请按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。